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现在身上穿着 NU Pasta 的衣服，在我老家陪我家人。好，我现在在这个老家的这个旁边啊，我看到一只螃蟹，我来拉近一点给各位朋友看一下哦。看到这个是螃蟹啊，再来拉近一点。我这个是用手机拍的，数位变焦，所以不是很清楚。哦，只能到六倍，好，六倍放大而已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拉远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就是可爱的小螃蟹啊。这个的话应该还有很多只的啊，不过目前只有看到一只，有可能听到我的声音就跑走。这只的话比较不怕生，